82年代他爸爸本来在某单位，嗯，那会儿是个科长是什么长，他是个小领导，哎，辞职自个儿摆摊卖东西，这叫下海呀、啊、列位，嗯，80年代呀、啊、嗯，这还了得，那会儿人家都我铁饭碗，哦，对，我一个月38，呵，你呢，我也铁饭碗，我一个月我42、嗯、嘿，哎呀，你看这于谦的爸爸这辞职了摆摊儿，一个月才卖12万，嗯，这不要脸，你那会儿这样、哎、这倒不要脸了，这有一帮气迷心的是吧，啊，但当时能够辞职下海做生意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，也需要胆量，人老爷子这份嗯，挣过钱是可也落过魄，都是打穷的日子过来的，这段时间发财了，嗯，过段时间这买卖黄了，哪买卖哪有那么顺的，借钱吧，过段时间账还不上，又赔了、啊。好，你爸爸欠了一屁股账啊！是，后来实在没辙了。嗯，哎呀，欠一屁股账，不行，我就把这一屁股卖了吧。欠钱还钱去，卖屁股不管用，知道吗？这人我就跟他聊不到一块儿。废话，我是个念书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殃脏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殃脏啊？什么卖？废话，什么欠一屁股债是俗话，就是欠钱的意思。是，老头说，我得做生意，我卖东西，我还钱呢。啊，后来老头想，就我不行，我去卖身去吧，哎、是吧？因为最起码还不如卖屁股呢。这个，好，这是局部呢，好歹是。你说话不要这么叮当啷的。嗨、哎，不是，什么叫卖身去？老头卖身，他是打算上东北去卖身，多冷啊那地方。不是，不有背后吗？不，什么叫背后？不是卖人参，你把那人字带出来呀、啊！啊，是他爸爸是一个卖身的人。哎，这后边是人字，搁前面是吧？搁前边。他爸爸这个人卖身。哎，好嘛，搁不对地方了，您这。你别闹，咱都玩的不错，怎么？谁跟你玩的不错？卖人参，您说清楚了。反正他爸爸发财了啊！人参，尤其野山人参，列位啊，要说有个6两的就了不得了，是7两的是宝贝。对，人他爸爸卖的人参那都5斤往上、啊、水萝卜是怎么的，哎，嘎嘣脆，杠口甜，哎，那是再炖着炖着吃都行，没听说过啊，要水萝卜发什么财啊，反正据说这好多整颗的大人参啊，没有这好东西他能挣钱吗、啊、那倒是，80年代中期他们家全堂家用电器、哦、啊，那时候就有了25寸黑白大彩电啊，这到底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，我们看是彩色的，你爸爸看是黑白的，怎么会呢？因为你爸爸是一个这个大色狼啊、嗯、啊，色狼啊，看颜色不一样，那叫色盲，大色盲，哎，大色盲，大色盲啊，啊，狼盲狼，哎，好，非得有这狼，哎，彩电、嗯、这边供着一个纯金的小铜佛，嗯，我还是不知道啊，纯金的还小铜佛，到底是什么？是纯金的佛，金佛，这边是俄罗斯进口的电冰箱。这好，三开门都有什么用啊？上边冷冻，中间冷藏，底下掏炉灰。哎，连炉子都管了。这剑走偏锋，怎么叫剑走偏？得挣邪财，你知道吗？邪财，你譬如说，嗯，上西安偷俩兵马俑出来，是吧？兵马俑扛出去一卖，这就是钱。那是钱，那有人看着，您不知道？让他看着去呗，他看他的，咱偷咱的。这不耽误，咱这还拦着人家不让看着，你那叫抢，抢是犯罪，懂吗？哎呀呀，你喝尿喝多了，是吗？不讲理了，这个有点儿。不是，你看我给说含糊了，你这玩意儿，咱俩谁喝尿喝多了？不是，人看着就是看着，不让你拿，知道吗？哦，现在不让偷了。一直也没让偷过呀，哦，对，偷俩走，晚上还点数呢，多新鲜啊，人有数啊。晚上带着姑拿着电棒啊，啊，47号到，哟，48号到，嚯，49，啊，49，听着是个女的，49、50，这俩不在了啊，转天没法交代，是，哦，你说的这个有道理，人看着数数，短俩啊。你爸爸现在闲着了吗？你要干嘛呀？给你跟你爸爸呼上，你搁那儿站着啊，到时候我卖了钱我再接你来。您卖了钱您再接我来？对呀、啊、您要卖不了钱呢，那人家不吃亏啊，是他不吃亏，我明儿俩就死那儿了，知道吗？
呼上你得等你多少日子呀？哦，那算了呗，那这咱能干就干，不能干拉倒。这压根儿就不是想法，这个。其实我好多想法啊，我一直想干个游乐场。游乐场。对，咱俩把北京五环所有出口拿砖都砌了，放上水，咱来激流勇进，怎么样？哎，这大买卖呀！啊，这一圈儿，好啊，好什么呀？好，五环整个都砌上，激流勇进，你自己想想，这成立吗？嗯，也是啊，才是的。要都砌上，再放上水啊，就没法查大车了。哎哈，哎，您想的太细致了，您这个。那，你先说你打算出多少钱吧。他妈，我打算出多少钱？你有多少钱？我没有钱。没有钱，您这个大方干什么买卖？没钱，我钱都让我媳妇拿走了。你媳妇拿钱？你能拿多少钱？你借给我。我还借给你？你借给我，你到时候我发了财，我再借给你。就这点钱不够咱俩倒腾的了。哎，看见了吗？你有钱咱就干，没有钱就算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交朋友交俩人，一张三，一李四。张三能借钱，李四打张三。哎，幸亏您还不认识李四，看见了吗？啊，现在张三李四一个人，哎，对，我都占了，不要紧的。怎么了？敢跟你说这个话就有把握。您有钱？那当然了。怎么？老话说得好啊，春困秋乏夏打盹，睡不醒的冬仨月。这不挨着您说的这个，跟真的一样。哎，这您放心，你该哭就哭，该喊演戏，逢场作戏，说哭就哭，说乐就乐。你会到那儿，你磨磨丢丢的，这要我亲命吗？不能够啊！说来就来，当时就哭。真假的？演戏嘛。我没跟啊，对你的。我干多少年了，您真假的？看住了啊！他说这不怕什么的呀？我这吃饭家伙记在你身上了，没关系。你不能坑我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眼泪就下来。真的假的？一点问题没有。是吗？但是没错。你别把这乐出来啊！我干嘛呀？我啊，行啊，这饭碗在这儿。哎，你明白这就行。咱当买卖干。罢了，罢了，好不好？罢了，罢了，罢了。那这样说咱行是吧？行，没问题。不过还有一样啊，终归就是你说的啊，你跟这儿你，哎，你试一把，我瞧就行了。说这是万贯家财的事儿啊，是不是？这真砸了，我担不起，我真担不起。不是啊，这怎么是的？就好比说，这就是灵堂了，你弄好，你哭两声一瞧，哎，有点意思，到那儿去，你咱就齐了。啊，这就是灵堂了。再好比说，这就灵堂，是吧？这都好了，这都弄得了啊。你爸爸就跟这里躺着呢，是吧？啊，你爸爸在这里了。我爸爸在这里呢。对对对对，我爸爸是蛐蛐啊。别瞎动，怎么跟这里躺着？这老爷子挺好的，别动啊，别动。这就是这儿，行不行？真的不是，你要不乐拉倒。不是，不是不乐意啊啊！这我行是行，行吗？我跟您说，咱就去，直接去就完了。你说的容易，我跟这是没气氛，这东西。啊，我就说那就当时就哭了。啊，有办法啊，真有办法。你瞧，我跟这老爷子这么些年，我什么没见过啊？我想的能不周到吗？您怎么是怎么想？我给你化化妆。化妆，你穿好了扮得了，你自己找着这感觉。你演这么些年戏，哎，没遇见这么合适你的活儿。真的，你我都替你美得慌。那我试试，我抽着乐去吧。哎呀，这，你说这事儿弄的。都带着呢，是怎么？就给您预备好了，这是我上你们团呢，要的你那服装尺寸啊，特意给你做的。这位真下了功夫了，来，于老师慢点啊，您慢点，来啊，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，啊，天热，应该给您做一个凉快点的。啊，您没事，就将就。来，行啊，行，嗯，可不是行吗？按照我那尺寸做的吗？是。哎，别说啊，啊，这一般人穿这个他没有这个气氛，您穿这马上看着就像着呢。谁穿着这看着都像啊？来，身上有一个小帽帽啊，戴上这个。喝啊！活泼，就这个，太好了，行啊，太好了。来，这个咱们简简单单的呀，啊，给你做点小道具啊。这什么？哦，好比就是那幡儿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别挑眼啊，别挑眼啊。没关系，咱就说好了。先来这个，咱们就是演戏，你知道吗？是，逢场作戏。来，大肩膀，大肩膀，嗯，像干这个啊？这一看有师傅有徒弟，你知道吗？这还传上了。有，这好啊，这好弄好了，省得漏风筝啊。不是，这我光一人这啊，这还是气氛哭吧？不是，您咱就算了，这看着您看没问题了吧？咱到那儿就去，啊，到时候家里人围上以后，这就到那气氛，我当时就哭出来，没有问题。说句良心话，嗯，人很善良，嗯，台上台下，我觉得都是这份儿的。哎，
您又过奖了啊！好多朋友都知道，前一段时间于老师做了一个小手术，哎，住院了。北京晚报也登了这个消息，都知道哈，这都点头了。咽炎，对，是咽炎。咽炎来说，可能你要干别的行业就差着了，无所谓。但是他这必须得做这个手术，正好是嗓子啊，在这个协和医院那儿做的，咽炎、嗯、也不叫事儿啊。当初还有谁得这病来着？嗯，就是这个李莲英。腌完了之后发炎，什么呀？就是你先等会儿，没注意个人卫生。别说了，来点高锰酸钾。哪儿啊？别说了。嗯，李莲英那手术跟我这不是一地方，知道吗？对，他是作坊，你是协和嘛？嗨，我没说做手术去那地方啊。我就说这意思，我们很着急，那会儿特别担心，是怕手术失败。都跟医院那儿等着，全麻呀，全麻，关心我啊！从手术室推出来，嗯、那会儿还不知道，没醒过来，都跟病房那等着看。嗯，一会儿终于苏醒过来了吧？清醒过来，哎，看看我们大家，挺高兴。嗯，都放心，没事儿。哎，我什么手势啊？这是，还是做的是那手术，很秀气嘛，是吧？我这大男人，我秀气什么呀？啊、没有气无力嘛，那会儿是吧？所以说这次能再跟于总管合作呢？什么名儿？您这没有，别加这头衔知道吗？于老师，于老师，于谦啊，于谦，于谦、嗯，一起合作呢，我们很高兴。嗯，相声其实是最简单的一首形式，嗯，但也是最复杂的。这怎么说呢？有嘴就能说，就是说，但是说去吧。嗯，但是你要没琢磨透，还真不行。哦，还得到节骨眼上差一个字儿，观众都不乐。嗯，少一个字儿，观众也不乐。就这么较真儿。您想这个道理、啊？嗯，您去看京剧去了。嗯，花钱买票，你觉得值？哦，他那你来不了。对，哪怕打旗儿那哥四个，哦，龙套。嗯，他也学了七年呐、啊。也是做科呀、啊。对呀、啊嗯，你看芭蕾舞，你得琢磨，这几百块钱花的值。这个。你垫着脚尖来五分钟，能哭了。这是功夫，你看武术表演，大刀烫烫烫，您一琢磨，这钱花的值，我来不了，也不行。唯独相声，嗯，你也会说话，你非花钱听我说话，你这玩意儿高科技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啊，很神奇，嗯，很神奇，这有心理学的东西，哦，并不是多简单。有的时候那个家长领孩子来吧，让他跟您学相声吧，这孩子可贫着了，碎嘴子。嗨，两回事儿，一万个孩子学相声，最后说落下三五个，那就算很了不起了。嗯，成才率极低，不好学啊。现在来说，相声其实不是很景气。嗯，中国相声现在是国破山河在。哦，就落这么一个评语，我们这也是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。是，但。